日，一位欧阳娜娜粉丝透露，自己为欧阳娜娜戏服拍卖，花180000拍卖到的定制戏服却是罗志祥的，粉丝对此非常伤心失落。对此，有网友认为，罗志祥，难道我不值吗？在开什么玩笑，罗志祥更值啊，朱碧石，你干嘛，宁愿买小猪的，买到罗志祥的比欧阳娜娜的值啊。罗志祥的衣服不比欧阳娜娜的值钱，发布会之前这件衣服很便宜吧，难道不是因为朱碧石才炒到这么高的，罗志祥穿过的更值好吗？朱碧石可是票选出来的梦幻女神啊。也有网友认为，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，有钱任性，但也不能太任性啊。罗志祥穿的裙子转手你可以200000卖给别人，如果真是标价罗志祥的戏服，180000估计是买不到的，应该觉得赚到才对。机器之血里罗志祥扮女装穿那个吧，前天发布会播放过，本来想买件欧阳娜娜原味的，结果买了件罗志祥原味的。